我要看辣椒。你的什么？今天的。什么意思？你看你放上去，看他转。Thank you。你没有说什么 ？You're welcome。然后你要讲。为什么不说？为什么不说？由于呢，我心里非常的超重，大超重，大超重10公斤。真的是蛮傻眼的，所以呢，刚刚就把我的行李平均分摊到我舅舅的行李里面，然后我们现在要等行李过完安检，我们就要进去，然后呢，中转新加坡。今天呢，就是走一个大素颜状态，不是素颜，素颜，眼睛多素，很无神。我就是一直要到澳洲，到墨尔本都是要这个状态，因为我真的是没办法，没有办法化妆。在努力开通我们的澳洲电话卡，为了点一个鼻水喷雾，我们现在最后一个上飞机，最后一个上飞机，准备告客，耶！哎，有人比我们更晚。機内の気圧が減少した場合、座席上のパネルから。新加坡了哦！现在呢，我们因为我想去逛二航的 Adidas， 然后呢，二航又有电影院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坐 Sky Train 去二航，然后逛一逛之后，等一下最后再回来一航这边坐飞机。按着按老半天就无法使用，那我们就里面在播阿妈咪。看完电影睡了一觉起来，然后时间是8:30，啊，我们还要11点才要上飞机，所以我不觉得还要再耗个时间。就是虽然这边真的很大很好逛，但是我没有那个心情。
的大名产。我们现在吃完早餐之后，然后要准备去搭飞机。刚手机一阵混乱，直接摔地板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去搭飞机，准备继续前往墨尔本了。7.5小时，希望能够撑下去。对，我们现在要飞向墨尔本。好，两个马上很没有实感，邻家少女马上出现。我们中场休息时间吃完饭，现在要去卸妆、洗脸、刷牙。刚刚不知不觉又进入了制片，离我们抵达墨尔本还有3个小时。来停车场，因为我们要找我们的机场接送。我们这里的姐姐 ，Oh my god！今天呢是一个一样的 dress code， 单宁组合，然后头发一样。海哥头，我们现在要出发去银行办我们的澳洲的账户了，搞没有卡子。天气很好的部分，心情很好的部分，都很开心耶。离我们青旅非常近的 Queen Victoria 市场，所以如果你跟我们住同一间的话，你们在外面吃怕比较贵啊，就可以自己来这边买，然后或自己煮这样子。我们要搭那个57号，高高高，上面。在 China Town 的旁边，所以呢，里面应该会有中文专员。我们现在要进去办了，加油！办好我们的银行了。虽然说不是中文专员，但是我们还是用我们毕生所有会的英文，尽量跟他沟通，然后非常顺利的完成。他非常的 nice， 人超好，一个大姐，非常的 nice。到墨尔本唐人街，要来这边吃饭啦。现在在这里遇到国父孙中山先生。吃饭，澳洲第三个吃韩式，厉害。嗯，蛮够。我们现在吃完饭，要去逛街喽。对啊，哈利波特迷要失心疯了。哈利波特太可爱，各位，这里还有小只的魔杖，小只还有中只的。好酷哎，好酷哦。
自隐形斗篷。Look over there, and I hand. Yeah. Look over there. Look what we. 哇，你看，要录影吗？好笑啊！我的旗袍。哎，那我带你前往霍格华兹，请问是不是在车站？到站了，拜拜拜拜。我今天的造型意外的跟这个造型很合适，非常的。今天就是为了要加入格莱芬多，所以来这里。就是其实一直来考试都很高分，所以呢，加入格莱芬多是迟早的事情。只是今天好不容易来澳洲了，才跟大家公布说，其实我早就加入格莱芬多了。谢谢。这是个秘密。真的，一看这个眼睛就知道多聪明。谢谢。这边有其他学院的朋友。嗨。可是我跟你们讲，怎么样都比不过我。我是这两个学院还是还好的。我是什么？不怕。你看，还有人连自己的学院都记不起来，还敢来跟我讲说想哎、欸，口红来擦一下。自己的学院都记不起来，想来跟我 PK？ 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抢走我的哈利波特哎、欸，很可爱啊！再吃口红第二次。好，我们等一下来拍照。对，他们拿的魔杖，隆恩，然后。赫敏妮、妙丽、邓布利多、哈利波特。这些 H&M 是全世界好像最厉害用那个飞机改建的是 H&M， 他以前那边是好像邮政总局吧。我们现在进去这个 H&M 逛逛看。哦，他还有多壮观。可爱的小推车，很吸引我。这个姐姐呢，在买遮瑕膏。没有测试的。我们现在买完，等一下晚餐我们要煮的东西，然后今天我们要回去讨论之后的行程，因为其实我们该办的都差不多了。好恶心哦，我们还穿一样的牌子。再跟大家说，双鞋它要丢掉了。对。再跟大家说，我们连耳洞都穿一模一样的位置，一模一样的数量，一个模模，一个样样的。